大风大雨过后啊，海边到处都是海五星啊，全部带回去啊，做成标本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美吧。石头底下有只梭子蟹在午休啊，嘿嘿，打扰了，出来吧。哎呦，这小家伙，这儿有条搁浅的鱼。哎呦，哼，脾气还不小哟，我还夹不住你了。哎，小样的，龙尾鱼一条，发现一只大推土机啊，就看这肉啊，必须给它来一下，特别的解压。哇，这太滑溜了，哎，不出水怎么？又发现一只海螺壳啊，看这个颜色跟白玉似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美。这只虾皮皮不晓得在干嘛呀，啊，收了它吧。啊，这怎么也不反抗呢？还有一条搁浅的十九公，哎呦我去，凶得很啊！这俩大眼珠子什么情况？怎么都泡得发白了都？这个就是中国版的正宗的迷你大青龙啊，这是挂着倒档了吧？我们当地叫脱腿虾。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，用水给它清理一下，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它的？